开始啊，我们效果已经做足了，对，可以开始了。用武则天，那武则天是新卡啊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我用秦王还是很快就通关了、啊，不是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啊，现在就没有人要看秦王了、啊，秦王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现在通关都没人，都没人要看。我会选这只，主要是因为它双技啊，双技就是爽。妹子最长标是比你还强，我贼，桌子感觉有点卡住，你知道吗？叠住，一叠一叠一叠，奥丁的那把永恒之枪真的超帅，咯中，有没有？甩出！人家三级那么低啊，你们应该是回锅的，或者 是新手的吧？就是以前血量其实没有2万就够用了，说实在话。啊，忘记，啊，你们老师没有注意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开机都卡住了。行几倍咩走技能都会卡住，奇怪为什么？敢开错了，没关系，就当真伤吧。刚刚好哎、欸，碎哦，我算过的，有没有把那个冰冻符纸留在下一关？有没有？哎，有留在下一关，可是好像失败。走，留下下一关，你要这一回合留，知不知道？
要这一回合留下来我才会解冻。我算过的，刚刚我不是，我真的没有要一回合带走哎、欸，我刚是没有要一回合带走的意思、欸、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我要一回合带走？那完全都是误会啊，你们完全都是误会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刚是故意不一回合带走的哎、欸，对啊。什么赛道没有？我刚真的是故意不要一回合带走，这个很关键哎、欸，内行的一看就知道了。对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版面很惨，不会啊，轻松打来，摸一摸。新机背，咩？新机背，咩？咩？OK， 哎呦呦，说死哎、欸！这一只是七里几啊？第十二关，七里二，可以让他一回合。你要替自己争取这一回合，我这次要过了，所以我不打算让他哦。因为我这次要过了，所以我不打算让他。哎、欸，呀，强化扶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强化扶持交给奥丁就对了，只要有奥丁就有强化扶持，就有强化扶持。缺暗珠嘛，所以我就带着奥丁进来。因为刚刚那一只的转的次数太少，一次都是整版的，所以我直接带奥丁进来。啊，有问题我就用开矿场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好了。技能都会卡住啊！OK， 永恒一击，身上有啊，我开了。百姓卡对位，一路上就走了聊天盾。画鼻孔，感觉好像两只都会走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两只都走啊，真伤开太多了，有点浪费。我发现，有没有发现，我用这一对，你会觉得相性很合，超级合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哎、欸，对，千天地好像可以一直开那种感觉。
因为建立除了转租外带解板，所以它好用在这里。我会带这支原因是这样，它还可以解板，它不只有转租，所以以解板能力来讲，七天地比奥丁好太多了，懂吗？但是奥丁又有双击，所以奥丁的优势在这边，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。这次看起来小小子好像没什么威胁，但垂下来是 也是很痛的、欸，对啊，垂下来是很痛，又卡机又卡机。这个燃烧我记得了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！啊啊！又断珠，为什么每次在这关就断珠？啊？为什么每次在这关就断珠？这样追关我有点危险。追关要靠七天地了。干这五颗，因为爱啊。好，来吧。走，走，走。看好了哦，看我如何破解这一关哦，学起来哦，眼睛怎么样？不要眨哦。眼睛千万不要眨，我怕你没看到精彩画面哦。干了没亏几啊？亏了。永恒一击，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永恒奥丁啊，跌跌跌啊！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笑了一下下？但我那个笑是，我那个笑是没有恶意的哦，我刚那个笑是没有恶意的哦，没有恶意的哦，没有恶意的哦。好，过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吧？一波棋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，我看哪个比较远，炸那个、哦。木柱好像有他妈有点远，我们是很想炸光柱，你知道吗？炸了木柱好了，行机背，没有啦，什么消失安好，木柱木柱。来喽！我来喽！准备好了没有？眼睛不要眨哦！噔噔噔噔噔！哦啦哦啦哦啦 ！K O 哇塞！是不是以为
又挂掉，对不对？骗你的，骗你的。OK，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跟起来？怎么跟起来？对啊，还好吧。我只是差点那个火车没转过去而已啊，还 OK 吧？救沙蛋打救关卡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没问题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